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的我很生气，很生气，很生气，因为我新的菜园又被猴子破坏了。很生气的是，他们不但来搞破坏，而且是偷吃我种的苦瓜。如果是他们因为肚子饿来采我的苦瓜吃，我还没有这样生气。我生气的是，他把苦瓜采了下来，把里面的种子挖空，然后就把苦瓜丢在一边。为了这个事情，我已经下重本钱，邀请了两位美女跟一位小孩来帮我站岗。现在我就为大家介绍这位两位美女，可是画面有一点色。就是这位两位美女。啊！还有一位小孩。很奇怪的是，当我在 Shopee 里面寻找的时候，男人的身体既然比女人的身体贵。所以到最后，我只可以选择购买女人的身体。一位女生已经好了，然后我先把她坐在这一边。还有一个女生跟还有一个小孩的服装，我还没有想好要给他们穿什么衣服，倒是好了，我会一起把他们安装在这边。
晚上经过这一带，不要自己吓自己就好了，以为看到有什么人坐在这边。